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坑爱花呗的小金，一个爱模型、爱科技、爱生活的小金。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款模型啊，是一款飞机模型啊，这是一款1:400的，是叫 Aerogazigo 这样一个牌子的，西伯利亚航空的啊，就是 S7 Airlines 的这样一款，空中客车 A319， 这样一款寰宇一家的这样一个组装的这样一个飞机模型啊，1:400的，你看一下，非常小，这个太令我感到意外了，太小了，看一下。这是 A319 啊 ，One World， 然后这边是 AC4VPBTN， 这是一个产品的编号啊。好，打开看一下。这个不便宜啊，都要200多，关键是市面上还比较少啊。这个注册号是 VP-BTN， 好，咱把它打开看一下。非常小啊，机头这边门口的地方有个俄罗斯的 logo 啊，有俄罗斯国旗，然后寰宇一家 SCLINE。这边注册号，VP-BTN， S7， 空中客车，看一下 A319， 底部，发动机，看一下啊，正面，好，今天的开箱就这样啊！感谢大家收看，如果大家对我视频感兴趣，一定要关注我哦！拜拜。